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全国的土地联合起来，像这样的一个农会，他们只不过是收集共同采购，我们希望的就是共同拥有土地。台湾对这个生态的管理啊，对这个研发，对这个农耕收成到这个促销包装等等，都比马来西亚的来得好，来得比较完善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中能够取经。